那它很快就烂掉。哎、嗯欸，老师，你刚刚说我那个蛋呢、啊，煎到散蛋的话，是因为它没有热锅，对不 对？可是你现在用冷爆箱，所以那要怎么冷爆？这个也是我一直提倡的话，婆妈妈要保护自己的一个炒菜方法、嗯。以前我们都是油。放进去对，冒烟的菜才丢下去擦，还有或者是那个蒜头啊，看胖的，最有成就感，没那叫油菜，最后才加水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叫油菜水。可是这样油烟哈，这个潘老师都知道，油烟都对身体不好，伤身伤身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改一个叫做水菜油。哦、嗯，而且我知道冷爆箱哦，我的爆箱已经在这里。哦，这款是什么秘密武器的来？对，秘密武器，他刚不敢讲。哎，对，大蒜均衡油。均衡为什么叫均衡啊？因为这阵子刚好一个日本医生呢，也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神奇的大蒜油》。对，那这个其实我从以前就一教大家，就是你把大蒜五六颗打碎，切成末，啊、嗯哦，你把它，但是不能有水哦，不能洗水，要干的哈、哦。那我们加进去之后、嗯，我这里面是你一般是用家里的食用油，看橄榄油、葡萄籽油，对不对？嗯、或其他油、嗯。那我这个不一样哦，我这更进阶版、健康版的哦。我这里面用的比例对两份的。亚麻仁籽油哦，亚麻欧米伽一份的对橄榄油，橄榄油一份的葡萄籽油、哦、或者是葵花油，那这就是三六九都有了哦，这叫均衡油，三六九都有因为我现在营养上发现欧米伽三六九，欧米伽三六九2:1:1是对身体最健康的一个比例，所以这是黄金比例就对了，黄金比例对对对，是弄好要冰吗？啊对，要放冷藏，全程要放冷藏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稍微隔水哈。我们不是用爆香的哦，嗯、我们是其实是用隔水，大概50，一般我们在研究50度以上，它的蒜素、大蒜烯会比较容易被破坏掉、哦，所以一般我们要保留这营养分，我们是隔水温温的再把大蒜泡在里面，哦、那它会释放这些所谓大蒜的。我们要老师先放油在瓶子里面，然后等它有一点温度之后再把大蒜放下去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就隔水，我不是这样子锅去煎炸它哦。所以那个油要稍微隔水，然后再蒜再进去，然后。要煮到多久 不用，其实就温热就可以，像泡奶，泡你那个牛奶一樣，然后等到那个凉了之后就放冰箱。对对对。哦，还没有到沸腾的，不行不行，就是有微温的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泡大蒜。啊，不，这个香菇，香菇，我们泡香菇的香菇水，我们先倒下去。叫做冷爆香水炒菜。对，而且我们用香菇有个好处哦，好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香味，对，香味出来了，对，给它滚没关系，这样子哦，水看水冒烟没关系，还可以蒸脸，水冒烟就这样，还可以，这才叫成就感，雅芳，这才叫成就感。在厨房做菜的话，就不怕那个，对不对？不怕丑了，不怕丑，就水这样上来是 OK 的，对，没错，还可以美美的。煮完，你看我们穿西装打领带，我常常讲，它都不会有油那个油耗味，嗯，因为这是水蒸气，而且。我用点香菇的目的，就不必再弄围裙了。有点香菇就是用代替味素。嗯嗯，我们炒菜很多人喜欢要味精，那其实我们用香菇水这样煮哦，泡干香菇的香菇水这样一起煮就可以了。很香哎、欸，老师，你的那个香菇为什么是小小朵的？用小朵机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大朵。真的。那这个时候其实只要水滚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这个，假设我们今天要炒个小白菜，好，我们今天你看逆着来哦，我先加水，油最后加。那先把梗比较硬的放下面。对对对，好。哎、欸，这样都不会喷流呢，不会，对，都不会，所以这样才叫成就感呢、啊。对，至少喷到也不会怎么样。而且要，而且要保护妈妈，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哈，妇女肺癌第三名，真的，哎、炒菜油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油烟的伤害很大。最厉害就是不用冒烟，然后菜又好吃，而且我常说，你看还可以蒸皮肤，还可以蒸呼吸道、喉咙，对不对？就一干一狗。难怪王老师比我们漂亮。冻龄啊，对啊，冻龄、啊。那你看，你就把这一大锅、哦，你刚不还说他那张照片太年轻了？所以看炒菜，炒菜如果又可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嗯、还有一个抽油烟机都不会抽到油烟的，因为这是水蒸气、嗯。而且我觉得陶锅有一个好处，它焖了之后的东西好像还蛮香甜的、嗯，好像保留一点。好，你看喽，那我们请亚芳帮我盖上去，是这样就好了，好就盖了吗？对，盖了，就这样。好，你看喽，盖了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就这样盖住就好了。嗯，它其实里面靠里面的水蒸气滚的，其实大概就我另外。一部分哦，我们等一下大概30秒、嗯，我们火就可以关掉，利用它的余温跟蒸汽，对 对，而且还可以省瓦斯钱。哎、欸，对、嗯、对，这是重点。那最后我们要吃之前，再把这个蒜油拌一拌，盐巴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上菜了、哦嗯。老师，那这个在调的时候，盐巴可以放进去吗？不要，啊、不要，盐巴不要放进去。哦，好好好，这样很快就熟了耶。对，其实你看哦。这样子大概30秒，你看它已经变色了，嗯、对不对？对，开始软了。这时候其实你的火可以关掉。哦，它就其实就利用余温这样子、嗯，对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这样的话，你在家里一定干干，厨房不用常常那边擦的油腻腻的，省瓦斯，省瓦斯，还省，你看省瓦斯省清洁剂，然后又可以你还买清洁剂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对，还有一个
喉咙好比较好一点，皮肤比较好一点。所以，王老师是用陶锅来凝，是不是？一间好多户，而且我等一下这样子直接就端上餐桌，又可以省，而且还热乎，还可以对，还省少洗一个碗。哎，对对对，少洗。你看我这样，省水省电，对，省工，对不对？还省保养，皮肤也不用。哎，对，不要再花钱。看一下，你看哦，这样不到一分钟。潘老师，我们一起可以过来看一下哈，潘老师一起过来。哇，清澈颜色。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炒菜这样子炒好像不好吃。”等一下你们试试看看，这样会不会不好吃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很清脆。好，你看，而且哦，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啊？嗯，我们一般会的关，它都有关掉嘛哈。一般我们就关了。一般我们烫青菜哦，菜的味道好香，那个白菜香，好香甜。差别在哪里？一般烫青菜味道，你讲的营养都跑到水，对，你不会喝那个菜汤水。这就锁住，锁住。你看它没水哇，最后哎，重点没了，你看，对对对，没有了，对。那最后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这个水分就锁在。要一般一点蒜。所以你如果喜欢用蒜香，就蒜头放多一点。它那个蒜其实不是把它弄到熟，是有点生蒜的味道，还有蒜素。对对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就这样拌一下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你这个蒜头也可以拿去涂烤面包，烤好来涂一下。哦，对哦。啊，是什么时候要放盐巴？盐巴这个时候再放一点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雅芳你知道哈，要嫁男人就要会用陶锅的才能嫁，是这样吗？现在是新的标准，就对，是不是？好，会用陶锅的男人拌一下。第一个要会挑啦，对，会挑。对，来，会煮更好。这样子把它拌一拌，好不好？